筒。手电筒是晚上用的。这个是柴火。果然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旅程。我是唯一一个当爸爸。当爸爸。先帮忙把行李集中，让他们认。姐姐，你先去房间。等一下，这一区啊，你先放到你自己想放的地方，好不好？这一区是。这一区。没人。